今天看这个墨水能不能点水成饼哦。一二三，啊，我手都麻了，嘿，成品了，太不容易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天，好，哼，还得要刀子，不是，还得要这个。这个里面是这个啊，不是墨水，食用色素啊。嗯，他们都说用头发那个能点水成饼，今天来试一下啊。来，嘿，嘿，嘿，哈哈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来气我来，哎，哎呦我去了，什么情况呢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挺香的，挺香的。八点半小号开播啊！今天这个奶酪一定要点水成饼啊！你说能成功吗？能。能啊！来，借你吉言。不能。嘿！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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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。嘿！真丢脸子！哎！哎！什么情况呢？我就不信。冰块扔一顿下去，你看，还是冰块盒子，你看，哎，成冰的看到没有？啊、哦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回奶酪是我吃的。嗯。你来吃吧。今天来个不一样的冰棍啊、哦！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小孩子都老喜欢吃这个。今天所有的作品都拍失败了，然后冰箱里面刚好有这个，拿出来尝试一下啊！我感觉不好吃，为什么小孩老喜欢吃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，一口可能十几个都不够。吃不惯，再来一个。好吃吗？你们说这个好吃吗？反正我就是感觉没什么，但是小孩喜欢吃。我的天哪，拜拜。今天我一定要点水成饼啊、哦、哇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一杯废了，这一杯废了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哎呀妈，来，等我啊！